離婚演出成功，我哋三二一 ，Cheers！ 到時喺劇場入面求大家意見。同阿子華聯絡嘅時候咧，佢有一個理念嘅，佢就話：喂，阿祖啊，不如我哋今次揾曬舞台劇嘅演員做啊！其實本身點解你會有一個咁嘅諗法嘅，子華？主要因為舞台劇演員窮啊，係好準確一個字講曬嘅啫。咁即係今年市道又唔好啊，係咁，所以關照翻自己同行先咁咧，有些少係啊。唔係，因為我唔知咧，嚟到今年咧，我好感覺到自己翻返去舞台界，即係我其實最初好多人都唔知咧。我第一份正式的表演的工作就是在香港話劇團做演員的，所以我今年不知道為什麼，我是一個話劇演員，第一樣想就是找回舞台的演員去做這件事。是，但是怎知道呢？但是怎知道？怎知道？我們都知道，我們一直聽聽聽，但是一直都在想我的女主角都當然是找回舞台劇的女演員。是，已經我們是咁近去做個決定㗎啦，已經有啲人選㗎，咁近係我忽然間好似有神預咁樣喎，我哋大家喺度傾下，忽然間喺將前面嘅完全抹咗，我又話好似係劉嘉玲啱喎，咁跟住佢就即刻講啦，同埋嗰個編劇就即跳起咁嘅，係啊，我諗咗好耐都係咁。我一直 hold 住呢個人名，因為我覺得係大家一齊話事。你話舞台劇啊嘛，我呢啲仲細嘅，梗係唔出聲唔講噶啦，係咪？你一講嘅時候就話，一早就覺得呢一個角色咁獨特，係劉嘉玲嚟㗎咁啊。點解咧？點解？我真係好似神預咁。我嗱，我真係咁講，我喺嗰一剎那之前，我都冇諗過，因為我哋一路都諗住盡量希望係舞台啊嘛，所以我就撇除咗啲大明星啲大姐大呢啲諗都唔敢諗，忽然間就有個神預劉嘉玲。睇你㗎，係遠距離，我細細個就睇你洗碼。嗱好啦，嗰啲就唔好講落去啦嚇。哇！劉嘉玲洗碼你有冇睇過啊？大家知道佢哋兩個點解要做一對想離婚嘅夫婦啦，係咪？好適合啊！你經理人問你就話：嘉玲啊，有舞台劇揾你喎，做唔做啊？你就答唔做。跟住經理人再話男主角係黃子華喎，你就答咁可以諗下。點解咧咁樣啊？玲姐，唔係我話唔係，因為我做過幾次咧，咁其實我好中意做舞台劇，即係舞台好神秘，同埋好有力量。我一路都想去做呢個嘗試，但每一次嘗試咧，都俾我帶嚟自己好大壓力。係，咁我而家呢個咁嘅階段，我想舒服啲即係呢啲人生嘅挑戰，一搞就搞幾個月嘅話，真係唔係一聽舞台劇又嚟啦，我唔做，係好決絕啊！係，但點解黃子華又心軟咧？唔出聲啦，唔出聲，跟住過兩日又話：喂，嗰個舞台劇嘅男主角係黃子華嚇？咁啊？咁我諗諗先啊！但我知道你嗰個諗諗先咧，係諗咗好幾個月嘅。我想講，我哋幾個好似熱波上嘅螞蟻咁樣啦，真係。唔係，你哋約咗我出嚟見面。其實我哋之前已經俾咗劇本搞咗輪㗎啦，嘉玲姐。係啊，我哋好明嘅。你揾啲唔等錢使嘅人咧，你係要好有耐性。我真係估唔到你嘅人成日講錢嘅話，所以我係一個咁嘅人望走到。各位嗱，我哋嘅飛咧最貴係咪1280嘅？我諗現場嘅朋友係應該要俾錢嘅，因為佢哋買戲啦。我哋講藝術，你啱，你啱，我哋一嚟。咁多年都冇合作過，一嚟我哋就要離婚。咪就係咯。咁當然黃子華佢有一個個人嘅好獨特嘅魅力吸引住我啦。salesman 咁啦，我主要都係。咁我都係我話過咗農曆新年先至覆你哋啦。係。咁啊諗下諗下都好喎，即係人係要不斷咁樣去接受挑戰嘅。如果唔係我躺平咁樣喺度做啲嘢啫，係咪先？咁我覺得。都是一個新的挑戰跟嘗試嚟嘅，希望不要令到你哋失望啦，希望可以創造一個更加經典的香港話劇出嚟啦！哇，你哋請多多指教。會啊！前嗰三個都是跟謝君豪，咁我今次是一個完全全新的班底，咁我可能會有些很不同的嘢可以學到吸引你的地方是什麼？他的幽默，他臨
場嘅發揮啦。嗯。同埋我覺得你一個人企都喺舞台上面做幾個鐘頭嘅棟篤笑，你一定好有智慧啊！嗯。即係好勤力、好用功嘅一個表演者。嗯。好痛苦啊嘛！又痛苦又快樂咯。係。咁即係係咪再要去接受呢個折磨、考驗咁樣？咁、我都覺得應該嘅，即係每一個 stage， 我覺得都應該向前繼續去探索、尋求一啲更加新嘅領域咯，唔可以就咁安於現狀。我想我都挺游說的，是啊，他自己出了來啊，原本 是他們監製編劇去游說他的，我想想下我都不是挺放心，因為神與我找他，我於是我出了去，我回過我這四人最像一個賣車或者賣樓的人，原來是sales那樣，不用盡一切的方法去令他安心啦，又要勾引他啦，用這個劇本你看哇，這個劇本好到這樣，咁多方法去嚇，唔通憑我嘅專用咩？梗係用劇本啦，我哋嘅譬如我哋嘅同事啦，我哋嘅演員啊，我哋導演啊，陳淑儀啊，咁個個都係好有經驗，同時又好有人性嘅人，咁所以又唔會折磨到佢。折磨唔係你哋俾我，係我自己。係啦，嗱呢個其實我好欣賞佢嘅喎，因為我第一次同佢傾，佢就已經係講話。他已經緊張了，是啊，他是的，他緊張什麼呢，他就因為他對自己有個要求了，已經開始覺得我要達到個要求了，如果不是我在舞台上不行的，那為什麼你安心呢？ Sell 真的，我都不記得，我總之我未覺得自己從來沒有 sell 過一樣東西那麼厲害，他告訴我這個劇本很優雅，我覺得很漂亮啊，整件事他演出的哦，真係神預嚟㗎！佢我嗱唔係嗱，我唔係講笑，呢、這個唔係講笑嘅，係因為呢個角色就係好似編劇講，佢需要一個好強嘅女性，但係同時佢有嗰個好柔弱嘅一邊。咁、我又 so happen 呢幾日咧，點解你會見到我嗰面嘅？我真係喎，我呢幾日咧，我唔覺意我睇翻呢個《無間道二》咧，我就發覺咦，更加證實咗我哋嘅睇法係冇錯添。咁《無間道二》裏面就係飾演一個一方面好強嘅阿嫂，但同時又係完全情陷，即係一種咁嘅柔弱咁。但其實我好坦白講啊，好多年我都認為劉嘉玲係香港其中一個最好嘅女演員。啊，你真係有眼光喎、啊！怪之得神會俾呢、這個。呢、這個信息俾你。當然第一步就是我見過佢洗嗰只馬之後咧，我就開始中意馬。喂，這個、是30年前噶啦，哇！王家衞嗰套。我有壓力不是他，唔係佢，佢一路喺度做緊舞台劇，佢唔會有咩壓力。唔係，當然唔係。其實我哋每個都會有壓力嘅，因為每一次其實都是一個新嘅挑戰嚟嘅。我是覺得其實冇，即呢、這個佢提醒得很好，如果你冇壓力咧。你太放鬆，唔係幾啱，係應該有啲壓力嘅、我哋每個我諗我哋都唔可以，即係冇啊，冇得輕視呢樣。呢、這個唔係我哋控制喎。係啊、不過既然你咁講，我哋就睇下監製有冇得爭取一下咯，睇下買飛買成點先。可能我咧已經演到咧都唔捨得。停止啊！一路係咁演、我而家唔知啊！我而家好好驚，我最多做63場咯。係咯，咁仲有空間。仲有空間，仲有空間。